曼人迷碧咸，以班主身份率领拥有阿根廷球王美斯的美职球队国际迈阿密首度访港，并在4号下午和香港队合演表演赛。赛前首先出场表演的汤灵山，未知是不是因为过于紧张的关系，唱到高音部分就有啲走音，而伴奏的靓仔吉他手亦都有不少大头，还获网友大赞靓仔。他是范子谦，13岁开始接触吉他之后就爱上音乐，仲去到美国修读音乐，现时为大批圈中歌手担任吉他手，同时亦都有创作歌曲，同泰森·优时、林家谦、Gareth T 分属好友。